昨天，神舟18号三名航天员完成半年太空出差任务，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前方报道团队从空中和地面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搭建高清直播系统，独家采访三名航天员。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总台报道团队记录的从准备到抵达现场完成报道任务的全过程。 长城报告，分离完成，飞船转径向19米撤离。神舟18号报告，北京明白。仪表显示分离完成，完毕。北京明白，飞船分离完成。 发动机开机，返回制动开始。能下了吗？能下吗？哦，应该是。直运车了。 推返分离，落点经度：东经1动动度，动4分48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6分58秒。北京第二次落点预报已发出。哇！好浪漫！天哪，太美了！我的天哪！ 感到骄傲，感谢伟大祖国，感。
感谢全国人民，感谢功成全县，让我们飞天圆梦，平安回家，探索太空永无止境。我们一定会尽快恢复，争取早日投入训练，再次回到浩瀚太空，从太空家园返回地球家园，既有回家的兴奋和开心，又有对太空的留恋和不舍。此刻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